福慧小集，第五集，总角之赛。小心一点，打到了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不起，起司，吓死我了！幸好佐普特及时赶到。你们怎么想着在这里踢毽子啊？咱们镇子一年一度的踢毽子比赛又要开始了，我和小慧都报名参加了总角之赛。我刚才也报了名，咱们一起练习吧。我不用练，照样拿第一。这么自信？我都一连两次拿第一了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这么傲慢，我不喜欢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比赛叫做总角之赛呢？总角是同年的意思，在《诗经·卫风·芒》一篇中有总角之宴的说法。哦，总角之赛就是你们同年之间的比赛。没错，是这样的。我宣布本次踢毽子总角之赛现在开始，下面有请参赛者入场。我宣布本次选拔赛踢毽最多的三个人分别是王小吉809个，洪小慧808个，还有一位是魔起司。等一下。管师爷，我来迟了。少爷，是您。他是谁？他叫岳峰，是咱们县太爷的独生子。少爷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您还是等下一次吧。不行，我这次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参加这次比赛。只要我踢得比王小吉和洪小慧多，就能进入最后的比赛了，对吧？话虽不错，可总不能让乡亲们为了您一个人多等一炷香时间吧。这好办，这是西洋人发明的玩意儿。咱们的一炷香时间，相当于这个针转30圈，我能在15圈，也就是半炷香的时间内踢800个毽子。这么厉害，大家愿不愿意给岳少爷一次机会，让他展示给大家看？愿意。好，那就请岳少爷开始吧。开始。停。岳峰兄真棒，一共踢了803个。既然这样，那进入十日后最后比赛的是王小吉、洪小慧和岳峰。是你们，小姐今天心情不好，谁都不想见。你跟她说，我有办法让她进入最后的比赛。真的？
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叫小姐。好的。小吉，你说有办法让我进入最后的比赛？快说，什么办法？我放弃决赛，按照成绩，你就可以参加了。你愿意为了我放弃决赛？我从来没想过能进入决赛，可是你能赢得了岳峰吗？是啊，我连你们都赢不了。其次，你别灰心，我们也是不断努力，不断进步，才会有今天的成绩。我真的行吗？你知道南方尊长天王的表法意义吗？南方尊长天王代表日新又新，生活永远在进步，不进则退。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进步，只有我原地不动。我们需要进步的不仅仅是踢毽子的技能，还包括德行、学问、能力、智慧，还有生活水准，都要不断提升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努力的。停！这次踢了多少？495个。岳峰能踢800多个，我还不到500个，看来没有希望了。咱们找左捕头帮忙吧，他曾参加过三线踢毽比赛，拿过第一名。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嘛。左捕头，您别谦虚了，指导一下我们吧。我很愿意指导你们，可是你不是说一定能拿第一吗？还用得着我来指导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以前太骄傲，大家都在进步，只有我停步不前，我以后不再那样了。最后的决赛和选拔赛不同，不计算踢的多少，而看谁的毽子最后落地。对呀，就算咱们没有岳峰踢的多，只要毽子不落地就能获胜。先别得意，我看过岳峰踢毽子，他对毽子的掌控已经很到位，赢他并不容易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踢毽子是全身的运动，肌肉要放松，身体要平衡，自然摆动。你们三个都把毽子扔给我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训练你们。我宣布，本次踢毽子总角之赛的最后决赛现在开始。本次决赛由三位参赛者共同登台献艺，毽子最后落地者便是本次比赛的第一名。由于王小吉的退出，这次比赛的参赛者是岳峰、洪小慧和魔起司。下面请参赛者入场。比赛开始。这样下去要踢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宣布，这次比赛的获胜者是岳峰。你们表现不错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用介怀。生活永远在进步，不进则退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坚持不懈，总有一天
会成功的。不仅是踢毽子，还有德行、学问、能力、智慧、生活水准，我们都要不断进步。嗯。这是南方尊长天王吧？嗯，南方天王名号尊长，宝剑在手，断除烦恼。但是尊长有积极，也有消极。如果是恶法，我们要勤奋地把它断掉；如果是善法，我们要勤奋地助长。哦，那南方尊长天王手里拿着的宝剑，又代表什么呢？天王手中的宝剑是智慧的象征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、能力、向好，因为我们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把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这些德能障碍住了。我们把这三种障碍除掉，自信的德能就圆满现前。嗯。